老哥，我看你每天背手散步，你能不能帮我的忙？我要在秀林乡营造两个以上的生态旅游景点，这个任务要请你来帮我的忙。我就跟我弟弟讲，生态旅游我不懂，我不会，所以呢，我没办法帮。没有记录吧？啊！
德又忘了，我来给各位拍照。忘了拍照。中华晚上你们就看到了。文庙回来不得了，我的猎人出现了。就我的猎人一看到我回来，德勇，你回头看，喷口水跟我讲话。我说你干嘛喷我口水？他说你要不在，我要处理里面的一只。我回头一看，七只水鹿就在我尿尿的位置，在那里吃草。结果后来发现了，他不是在吃草哦，在当然可以，但是人家种了我们不能拔，你拔了马上送派出所了。再回来，当天往返。好啊，这个热忱。没有吗？没有几点的。好，我们这边等一下，这里等一下下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石棚。我刚才前面讲过了哈，我们那个巨人的石棚可以容纳300个人以上。这样子啊？不会不会，安。啊，看到没有？那个就是伟大的妈妈抱着双胞胎的小孩。好，你们都很有慧根。过去呢，有一个家庭啊，他们老是看不到他，有一个太太根本看不到。我说太太啊，我看你一定是台大毕业的啊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我们全家都台大的。我说就是你看不到，所以你呆呆耶。哎，所以这条路走不到尽头，走不到尽头。对啊，你要走到尽头还有2公里，2公里半。第七个那个隧道以后，你已经进去了。哦，那个就是清水发电厂。你太厉害了，你全程走完呢。啊，来来来，我们先到里面看弯月峡谷，就回头来。尽量的集中。尽量的集中，好，看都用哦。我先拿一个全身的啊，要拍啊，要拉那个，太棒了！哎呦，职工福利委员会台中分会赞。好了，当然人小了，等一下我会往前拉。好，1、2、3，耶！好，再来，1、2、3，耶！好，再一张，1、2、3，赞，好，好。哎，找木谷木的民宿啊？对，都拍一个美女的。Facebook 找木谷木民宿。我们家的网络就用你们中华电信。